大约这个位置啊，不会太阻碍你们的视线，而且还能让你们看到有多少人，多少人在干什么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们也一脸懵逼。跟你说，他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往这儿，一个采煤机，两个收集站就行了。留上一个人去工作，没有人，先不用工作了。先留上一个人去工作吧，工作，建成得让一个人去工作，不然的话，工作去。工作，工作，采煤，对，这个地方人减掉，加进来，上班，十个人采煤，采煤，加五个人，先把食物全都加出来，满打满算能带五十个食物回来，救护站升级。范围升级，两条道，采煤机、锯木厂这些都不用，煤窑到后期再研究吧，现在还不缺。能量塔温度升级，范围升级，零下四十度是可以的，七十五木头，开板二。80个木头吧，75个木头。等下午过三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人给调出来。这边会出现一个24小时加班的，这个我研究出来了呀，是吧？40的木材。抽掉五个人，组成一个。我们需要很多的机械核心的。过剩就到这边来，给我进去。这样子供应啊。然后我们的东西就去，幸存者到达城市，得先给我把这个建出来。资源站，资源站的话，我们就扔的很远的地方，就扔到这儿，就扔到这儿，就扔到这一圈。哎呦，看来是这次给的是技工比较多哈，5个工程师，6666啊，5个工程师，这次给的工程师多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多放点这个工程师了。人还是不是很多，这个就很尴尬。什么时候收集完呢？先把这个收集完吧。给我加班，就给我收集完了。我还得往出折腾人。
把这个人这面这一圈都到这儿，哎，工程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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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两个工程师。嗯，现在我需要的是农民，还有工程师是吗？还有工程师，还有工程师的话，我们就再往出抽掉。哦，两个民工啊，两个民工就来这儿上班吧。这个地方着实不好点，这么点。赶紧，没地儿了。行了，你们也不用工作了。反正没地方，前期一个这个，到后期的话再建一个这个，把这个升到顶级的话，然后把回收站就牛逼了。日出一完成，研究下一个范围不需要能量塔升级，我觉得应该加一下，把这个加一下吧。30调度所工厂蒸汽采煤机不需要，我需要这个啊，最需要的东西来了。其实也不是很需要了，其实也不是很需要了。30，把这个温度升吧，你不能让它空着呀，对不对？三个猎人小屋供这么些人是没有问题的。简直完美开局。思念我一时间。New law has passed.这是怎么了？探索，派他前往城市，去下一个地方，大型车队。我会在冬日之家。既然对对对对对，那就说明我们的线路没错。现在我们玩，为什么查？我们会调查清楚的，因为全部GG了，GG负GG，GG何其多。然后这个就顺着这边一直建建建建建，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套路。工程师现在是满够满够的。气温下降。正好人也来了，木材有点不够啊，蒸汽木材可不可以上啊？有没有个机械核心给我带回来呀？好气呀！采煤机钢厂，你看，还真好，正正好差这么一小节儿，正正好差这么一小节儿。
这边全是。先到这儿，这样子把这儿都覆盖掉。回来了吗？还没回来。The work shift starts. 前期没够了，先把这里面给我踩干净了，十分的缺。然后剩下的人就。这还得拆掉。就拆这三个就行。OK, 多余三个人。一人一个坑。OK, 猎人小屋能量升级。机械核心，带机械核心回来啊！这个带机械核心回来以后，让他们往这边去，反正两条腿走路嘛。升级，效能升级，改良版加热。我们把这个范围能量塔这个范围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，把它提高就行了。蒸汽采煤机，钢厂，来把钢厂研究出来。钢厂，钢厂有点不够啊，人。那我们就把人得派到这个位置来了。瞬间这个是吧，事儿就少了。行嘛。然后我们看一下。各五个工程师，哎呀，终于来人了，上人了，上人了。上人，房子25个，去这儿。上人了，上人了，好开心呀！猎人小屋可以满打满算的去工作了。然后趁这个时间，我们还要再建一些这个资源储备塔。为什么只有五个人？嗯？食物紧缺大户。我这人都分配完了，又是一堆工程师，我要这么多工程师干什么啊？我也是醉了。那工程师就全去工作吧，对吧？我们一会儿还有一批难民，12个小时后过来。煤炭不用管了，先让他把这两个都收集完再说吧。这个地方先关。关、哎、也不用关，早上让他们过来再继续干活就行，别耽误打猎。这三个就完全就是跟猎人小屋挂钩的，
来回跑吗？那五个工程师不用那么多，加在这儿。没有钢材是吧？我就知道是没有钢材。蒸汽的往上一加，我往上一建就行。蒸汽的话还是需要资源的。嚯！25个人没有房子，还有没有房子的呢？1、2、3。养护所。木材还是够的，养护所往这儿。OK。 哎呀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这么多工程师，我是不是可以再造一个科研项目呢？对的，这儿，对不对？你也去这，你俩都去，去那儿发现完了以后再分头再走。回来了吗？哦，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OK。又满了，采集站不够啊。71个人的房子，71，41，再建5个，建在温暖的地方。1、2、3、4、5。还有71个人没有分配工作呢，那我们就把它都派进来吧。这样的话，人就齐齐的了，让他们能准时把东西给拿回来就行。然后哪个地方没对耗尽了？蒸汽钢厂2个。15。也有。蒸汽采煤机。我看一下温度，一上一下没有问题，时间够。温度上升的时候我们研究加热，温度下降的时候正好能用上。把这个加速一下。好看吗？这件衣服，我们的支持人到了。